青青草地满江红，密密麻麻，他们是春象，初次见面就跳到人家肩膀上，帮我剥掉。有有有，没有在领子下，因为我有感觉那里喵喵。它对你没有伤害哦，不要害怕。不要误会，我不是外来入侵害虫荔枝春象，我叫红机缘春象。春象啊，有啊。你会不会怕春象？红的，红色的好像有毒，很密集啊，就是有点那种密集恐惧的感觉。密集恐惧症，看到我是不是会毛毛的？看到那么多，你就会觉得很毛很毛，有时候是整个叶子上面就一坨一坨一坨，回到我身上就觉得很恐怖。那对人体并没有伤害，它的出现会引起鸟类来这边去猎捕作为食物，所以它对树其实没有伤害，甚至有一点点小小的益处。不要因为红机缘春象长得比较吓人，就说要消灭它。红机缘春象最爱栾树及果实的枝翼，生命周期短短两周，却吸引赤腰燕、白头翁等鸟类来捕食，形成天然食物链，春象入冬就会减少。台湾特有且列为世界十大名木之一的台湾栾树，由金黄转为橘红，身上也布满红滋滋的小精灵，没有人为药剂伤害，花花绿绿，都市生态丰富自然。大安新闻吴逸轩、萧红树高雄报道。